龙山寺前面拍的影片，大家是不是觉得很奇怪？到底为什么要在龙山寺前面拍？没有，我就是纯粹想要创造一个突兀感而已。因为我很喜欢这种不是那么平常的美感，这样。然后也可以看一下，旁边有路人，有谁在看这样子，还蛮好玩的这样。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就按一个分享，然后分享给喜欢妈妈木的木木们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期影片见吧，拜拜。好像很久哦。